对，因为大家有可能有些人是第一次看到我们，所以跟大家就是再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。然后今天来这边的编制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编制，因为最近我们团长正在闭关，然后在年底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作品就是要给大家，所以现在还在就是酝酿当中。然后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呢，可能是大家平常比较常听到的一首，可能认识我们的人是因为这首歌，它是我们和万名网友一起创作出来的歌曲。如果你也是同样不喜欢早起，然后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早睡，觉得好像在晚上的时候好像有点孤单，可是其实自己也很自在的这种人的话，这首歌送给你，然后就带来这首我睡不着。谢谢。